今天这个没人来帮忙，所以我自己想把它撑起来。你们看到我怎么弄？一根、两根，有没有绑着？两根、三根、四根、五根，两边靠着柱子慢慢拉、慢慢调整，就是。省力啊，一个一个绳子一个绳子条，比如现在我把这边提高了，那我只用了五分之一的力量就把它排起来了，可是一下子不能太多，就是说一点一点的调，可是我的力量就是只有五分之一而已，因为现在有五条绳子，五条绳子都吃力，就像两个人在抬一样，现在我五个人在抬，有时候就是物理上啊，就是会时就省力啊，省力呢，会时就省力，会力呢就省时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好，等我弄完以后，我再继续为你们播送。我现在一点一点，来，先暂停。